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七日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两个大卖价，今仔又搁起三块，一斤五十五块，是史上上贵。农委会嘛表示，除了澳洲，卖对其他国家进口鸡卵。今仔开始，学校嘛放日，唔免搁挂催安，也唔搁坐校车，出入健康中心间所在嘛是爱搁继续挂。马祖技工的文保船故障已经停驶20天，阿兵哥在沙埔啊写讲，厨房无肉咯，阿兵哥啊，麦豆腰嘛引起外界的注意。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鸡卵的量嘛是阁无够，今仔开始鸡卵的大卖价阁起三块，对一斤52块起到55块，两价是有史以来上悬的。行政院副院长林文灿就表示讲，政府会扩大进口提供库存的卵来增加供应量。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强调讲，除了澳洲，卖对其他国家来进口鸡卵，也毋过目前卵嘛是阁正恶买，一早抢要买卵的民众排队就排甲落落长咯。透早六点外，店家拢还未开门，外口就已经出现要排队买卵的民众，就跟我来下买无。我六点多就来了，然后他不卖，然后7:10来就排这么远的，很难买啊，到处都找不到蛋啊。真是这个政府不晓得在干嘛。想买卖卵，唔呐卡出爱紧，该去运气。上厂市的白壳鸡卵全部欠货，干那剩白壳红心卵，也是其他品种通买。不过无论是倒一种鸡卵，拢真受欢迎。头家家都提出来无偌久，就随卖了了。现场卖我也没办法卖普通的白蛋，就只是卖一些特殊蛋，就是白壳红心啊。但是那个价格卖出来，其实也没赚什么钱啊，就是大家买得到蛋而已。但是货也不多，你看我整间店也都空的。唔呐，当阿出现买卵的人潮，就连超市甲大卖场鸡卵同款欠货，货架顶头是空空空。部分地区买卖着鸡卵，初六阁要开始起价，大卖价位达台斤52块起到55块。有民众挂路，想要伫早餐店加点一点卵来食，就爱阁加开钱。暂不提供单点蛋这个选项，如果后续再涨幅有再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考虑再把蛋这个选项的价格往上增加。因为最近真侪冷气团告位，造成鸡母产卵的量变少，影响到鸡卵供应。外界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处理，才袂让欠卵的问题变加愈来愈严重。我想供给面的调整很重要，那扩大进口是必要的。那另外，这个加工蛋跟这个库存的释出哦。也有助于市面流通的数量可以增加。第一个不能有打疫苗的国家，那第二个绝对要经过检疫跟卫生安全证明。那这个只要一出口的时候，那我会立刻跟各位来报告。除了为国外进口鸡卵，也要赶紧提升国内产卵的量，才能让鸡卵的供应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产地的卵价一斤又搁起三块，也毋过哦，卵的产量嘛是搁真少，继续搁有可能会搁继续起。市面上甲卵相关的产品哦，嘛拢起价咯。南投另外摊的阿伯鸡血卵，三月开始一粒就对13块起到15块，因为量无介济，所以嘛限制人客买的数量。业者嘛讲哦，若输搁继续欠卵，伊嘛只好先休困咯。一粒一粒鸡卵经过机器筛选，工作人员进行包装出货。鸡卵的批发价、产地价每台斤拢调起3块。不过市场上欠卵还阁欠到真凶，产地压力嘛对你加大。中华鸡农表示，虽然继续伫出货，不过禽流感的疫情扩大，主要产地鸡价嘛对你欠，卵价可能继续会过起。愈欠卵，大家就是塔价一直去抢，也愈幼愈悬，愈抢价少愈悬呐。回归市场机制，以价质量，一市场主动会扭转来平衡。陈秋迪表示，目前产地就算讲想要出货，不管是无货通啊卖，因为今年甲饲料价少继续搁得起，加上供应量不足，两个伫高点可能还阁继续几啊个月，价少若是要回稳，也是要靠饲料机制来处罚。而且嘛，影响到相关的产业。南投就话他们阿伯茶叶蛋，大约13块起到15块，消费者若是要吃，必须要加开一寡钱啊。可以的话，他们可以涨一点点价，所以我们不介意。来了一次，觉得好像没有来吃吃看当地的一个特产，觉得很可惜。业者虽然照常在营业，不过两家起价，加上鸡卵的供货问题愈来愈严重，生意是愈来愈歹做，嘛因为实在是卖无够，只好限量来供应。但是没有很之前掉就有，卖完就走了，那你觉得有那个量就好。
业者表示，为二十八假期了后，两省的教会中只有一用的三成，大概会使做偌济算偌济。但是供应量也是无参照以前同款的充裕，伊嘛可能暂时停卖。记者彰化南投综合报道。再来看南部几啊个月拢无落大雨，可还是真严重。分林的乌山水库水量已经剩无到四成五。乌山水库的管理中心是表示讲，一日都固定要提供24万吨的民生用水，所以水库能力水量得减少一趴，呼吁民众得爱尽量省水。为去年十月到现在，中南部地区拢无落大雨，但牛林乌山水库每间需要供给牛林地区民生用水24万吨。平均两间水量就会降一趴，现在水库蓄水率已经从45%。我们现在的有效蓄水量在2300万吨，目前的蓄水率在45%左右。那我们湖山水库跟集集蓝河堰是联合运用，最主要是供应大云林地区的民生用水。那我们现在每天会支援到北嘉义10万吨、南彰化5万吨的水。河山水库管理中心表示。水库满注意蓄水量5080万吨，但现在蓄水率剩无一半。虽然还未采取减压或是限水措施，但若在小雨落雨，空气还只会冻冻到5月底。现在某部分偏乡地区，因为供水源不是水库，陆续出现欠水状况。局部地区会因为久旱不雨，再加上它的供水来源并不是来自于水库，所以会有取水上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在偏远地区的灌溉，那这部分农田水利署已经在采取相关的这个经济措施来协助。水利署表示，目前农水署正在进行彰化和云林落水溪干线连接工程，也透过调度协助欠水的农民完成相关的建筑灌溉。至于目前云林地区的民生用水虽然还算稳定，但也要呼吁民众新的用水，共同度过欠水的危机。记者吴宁报道。今天开始哦，学校嘛放你唔免阁挂嘴暗咯，也唔过坐校车出入健康中心等所在哦，嘛是爱阁继续挂。早起记者嘛去国小了解，发现讲大部分的学生啊，嘛是阁继续挂嘴暗，无挂嘴暗的人是真少。口罩戴好了。嘴发炎，因为全校伫个里长一辈，所以嘴暗也是爱挂好。校园嘴暗名伫找来放凉，除了校车健康中心这个所在，其他所在也应该决定是不是要挂嘴暗。还是说已经解封，所以可以不用戴口罩？你要用讲的啊？有些地方脱口罩会觉得很麻烦。不会，我只会觉得在家里有人感冒会很麻烦。实际到各校观察。提嘴暗落来，学生是招数过限。在防疫的理由之下，也是有人安尼讲。不想让别人看到你。之前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有戴口罩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像流感啊，还有肠病毒，其实戴口罩小朋友的防范会比较好。我觉得戴着还是比较安全，比较放心这样。学生不只是惯习挂嘴暗，也阁惯习入去学校进行爱心消毒。因为过去几年中道吃饭常常用的隔板，即马也唔免阁强制使用。暗过吃饭时阵禁止讲话，提菜时阵爱先挂嘴暗。交通车、健康中心，还有去大礼堂集合，还有打菜的时候要戴口罩。其他的时间就让小朋友自主管理。有些小朋友他们要学习那个发音，有部分老师他们会用那个透明式的口罩，不要说用取笑的方式，或是觉得说你跟我们不一样。虽然校园嘴暗零放零，暗过大部分的师生也是惯习挂嘴暗。现是这几年疫情影响之下，民间的自主防疫暂时唔敢放零。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防疫继续放零，指挥中心的疫苗加一的活动，今仔正式开始，一直到4月30日。只要是无注过任何一档疫苗，也是无注满两档，也是讲今年还未注新配方疫苗的民众，拢会当去注。部分的县市哦，佫有鼓励办法，亲像台北市，就针对50岁以上的市民，只要去注疫苗，就会当领500块的礼券。预防针在那边排哦。透早都未少人到疫苗注射站排队，因为疫苗加一活动。七日拜日开始，部分县市为鼓励民众注疫苗，各推出各种奖励措施，比如设置台北市50岁以上民众，若要注疫苗，就领到500块的礼券。最近我快要出国，
那我就想说我还是要打一下。我四月份要去演唱会，想说人比较多，所以还是打一下疫苗。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一次活动适用三类对象，包含毋捌做过任何一剂疫苗、还未完成基础疫苗、加六岁以上、伫今年元旦开始无做过莫德纳 B.1.4.5 注射单疫苗的人。疫苗加一连有效降低染疫了后并发重症加死亡风险，尤其是高风险的族群。病毒不会消失，还一直存在这个世界上。虽然 Omicron 是轻症，但是你年纪大，你的免疫力就是比较差。你看我们现在很多重症跟死亡四分之三甚至更高的比例都是跟老年人有关。因为新冠本土疫情慢慢登火，疫情相对在低点，校园出现量也已经放量。指挥中心表示，清晨确诊者免隔离也免通报时机愈来愈近，后续防疫放量措施有希望在三月宣布有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关系到发6000元现金的特别预算案，这礼拜特别开始进行调查协商。有立委是针对系统的设计和宣传的费用，这部分的预算就要3亿3000多万，要跟财政部长应该就要有详细的说明。普发现金6000元，这礼拜进入调查协商的阶段，若有共识，民众唔免等到四月中旬才领钱。不过今仔日第二法院的审议当中，立法委员万美玲、陈昭华拢特别针对普发6000元所需要的系统建置费和宣传费提出质疑。有一个网络服务、客服服务及行政广宣的费用，令人更不解了，因为高达1.2亿。避免网站的拥塞，以及让它的一个品质功能更好，所以在网络服务费必须要做。那另外在于这个服务的部分，我们有设1988一个专线，如果民众在有任何疑问，可以透过这个专线得到一些答案以及及时的一些服务。根据报告，为了顺利进行发放，除了委托银行办理的交易手续费需要1亿外 ，ATM 系统建置2660万，还有网络电话服务加宣传也需要1亿外。立委陈昭华认为 ATM 系统的建置若用一摆就无再再用，实在无符合效益。财政部长解释 ATM 的确有必要，为了民众方便领取，这个有必要去做的。因为 ATM 是大家可以最接近的地方，比如说四大超商的还有台北捷运的都有，那将近有25000台，让民众可以最方便的领取，我想这是必要的。陈昭华认为网络电话宣传和 ATM 建置的费用应该还需要参详。万美玲也一再强调要将钱用在需要的所在。部长回应针对这部分会另再补充书面的报告。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另外，再来看内政部规划推动房屋贷款的补助，计共是编165亿的预算，下租家家庭一户会当补助30000元，一个有55万户会当领到一笔补助。这笔预算早起嘛伫立法院审查。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内政部伫全面共享经济成果特别预算案内底，规划中山以下自用主体贷款户支持方案。编了165亿，每一户必发3万。不过这嘛，让外界烦恼，会让民众有期待。政府敢是将来会阁针对买厝市场，阁再补贴。早起内政部长林佑昌直直欢迎表示，这补贴是干来发一届，没有相关的记录。人就担心你这补贴房贷某个程度，现在拥有房子的人，将来会不会导致于说，将来还会再补贴这个利息的部分？我想不会有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政策的一个目标非常的清楚，是为了3年疫情，我们的中低薪的这个房贷户是一次性的，是一次性的。这次房贷补贴主要5大标准，包括中山以下自用主体贷款，只有一户的支持的对象限制在基准日2023年2月28日以前的贷款户。2021年交所得120万以内，县市的核贷金额，台北市是850万以下，其他的县市是700万以下。每一户发一届，发30000元，按算有55万户的中低薪次贷作受惠。因为主计总署之前所公布的上升经济预测，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收降到2.12%，比去年十一月所预估的2.75%，佫减0.63%。主计长朱德民表示，若包括这破发的6000元，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未比去年较歹。这次特别预算通过，这里发放6000块。可以上调多少？6000块的话，保守的估计的，我们大概会有这个0.3%。
另外，台电过去两年拢总了5460亿，三月底要开电价审计委员会，各界嘛关心产业、民生电钱可能起价，敢会让国内物价指数搁踏悬？朱德民坦白讲有可能，不过会踏悬到偌济，这也是要看整个调整的幅度甲结果。记者全报道。今年因为调整年假有来拜六拢爱补班补课，和部分的民众是真怨叹。行政总署的林署长苏俊英今仔日欢迎的指出讲，目前有设计五种方案，未来一档补班上济三届，会伫五月上行政院核定，六月份公告。少年假心情是真好，不过拄到补班的时阵，民众看法就真无同款。今年拢总有六个补班日，各是二月都有两个拜六爱补班。三月份有一个拜六爱补班，第四三月份的休困日仅仅剩七天，引起民众不满。大家想象我们未来过年就是只有六天假，大家接受吗？如果接受，我觉得那是很棒，我们又多了一些选项，可以一起讨论。六个补班日到底是好是歹？苏俊英讲，每一个人的期待都不同款。目前已经建议五个方案，会赶在五月底进行送交行政院来核定。希望未来每一年补班上济三届，而且伫咧六月底进行公告。除夕春节加儿童节加清明扫墓节，所以端午中秋是不是未来不太考虑了？这也是我们几个方案之一，一个是纯小年夜的，另外一个小年夜加清明儿童嘛。对。另外一个是小年夜清明儿童再加中秋跟端午。那照目前的规定行，到119年。补班日会搁较今年同款有六届，技术总署公布预设立场，会听民众的意见，有春秋来做调整。受到欧美国家一礼拜休三天等等趋势影响，调解立委也提案，希望增加固定假日。放假的天数也越多，工作的时数越来越少，这是个趋势。那讲到法制化的话，你要不要定一个上限，定一个下限？这背后还需要讨论。我反而会觉得，其实让各行各业多一点自由啦。国内目前规年的休困日是115天至116天。管理固定假日的内政部回应讲，各界的声音真多元，会尽量听大家意见了后，进行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开始哦，各地拢是好天的天气，温度就较湿热，一直到拜六天气是拢真稳定，也唔过早暗的温度会差真多，亲像今仔透早苗栗就出现5.7度的低温。气象局嘛提醒民众，十二又够有冷气团哦，寒人的衫裤暂时就唔通收起来。大台北透早好天，温度回升，拜一开始各地拢渐渐转为部分的好天气。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透早也是感受到不加冷。苗栗局部地区出现5.7度的低温，家人6.5度，新竹的峨眉低温嘛敢若6.7度。气象局提醒，所来一礼拜日夜温差拢不加大。在未来的这一周，整体的气温是逐日的回升，那但是呢，可以看到在整个日夜温差的变化，不管是西半部还东半部，其实日夜温差都相当的明显。夜间清晨各地的低温大多还是只有14-15度左右。今天是最快的今日，天气开始变化大。气象专家分析，十二暗时开始，冷空气会流人，强度可能会瓦近强烈代表冷气团的等级，搁有水汽。新竹以北一家宜华东地区会转为落雨的天气，暂时开始才会回温好天气。不过目前看起来，三月底中南部才有机会落雨。三月二五开始哦，环境可能有机会为咱中南部吼有落雨这个机会可能有增加哦，咱继续来观察。春雨无乐观，中南部酷旱现象短期无法度纾解，专家原来呼吁民众爱继续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修正预告，引起真侪争议。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讲，内容确实无够周致，也毋过强调讲，绝对袂讲要予16岁学生上战场。国军强调，至少拢爱满18岁，嘛拢有相关严格规定哦。邱国正嘛强调讲，伊家己本身是军人，嘛反对战争，也毋过民主国家是袂当无先做准备。部长嘛表示讲，会阁收集资料，再来进行跨部会协调，嘛会参考各界意见，法案的一条一条来检讨。什么16岁啊就要从上战场，这是完全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国军来讲的话，要入伍要18岁以后啊。
国防部长亲身回应，强调入伍是18岁以后的代志。最近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修正预告引起不少争议。副国政解说为着要让全动法对着时代再进行修法，也承认相关内容无够周致，收集资料了后会下部会协调接受各界意见，逐条拢会严格审定。也强调虽然反对战争，不过袂使拢无准备。像身为军人出身的我，我也很反对作战，但我不能不做准备。我刚刚讲了一个民主国家，准备越周远，越会在一旦有状况发生的话，越能够按部就班的去做一个一啊整体的运用。立委也关注义务役恢复一年有机会学着红准火箭弹、气枪、飞弹、无人机等现代化科技，也烦恼讲，敢会为着要让义务役对这款设备熟手，搁再延长做兵的时间。到目前已经延长一年都很不容易了啊！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就啊给它增加，因为要增加的话要修法。副国政表示，主战部队以志愿役为主，无兵甲征兵拢会做，袂因为义务役恢复做一年，就甲无兵的标准降低。志愿役的人数也未减少。啊，那日本经济新闻之前报道讲，有90%退役军官去到中国出卖情报。邱国正也讲，这就是看到黑影就开枪，已经透过三关刀向日本攻击。记者综合报道。马祖基工的运波船故障已经停驶20天了，岛上干那剩一挂罐头，无菜无肉。有阿兵哥伫刷波啊写讲，厨房无肉了，阿兵哥目睹了，引起外界的注意。现在一定要等过年，今天是强调讲已经派指挥官先用空运送两日份的肉去马祖，另外阁派运输机哦送五栋外的冷冻肉品去。伫马祖技工的阿平哥是前线当中的前线，不过因为运补去当地货船已经20天无送货过，伫遐无肉通好食。有驻防的官兵伫海沙堡啊写讲，马洪堡无肉通食。阿兵哥咬巴肚，干来当食泡面、甲罐头等等的字，引起大家关注。我们马上啊，请这个啊空运的啊单位呢啊，利用空运的方式，将这一个冷冻食品啊送到这一个马祖，也在调度当地啊民间的这一些冷冻食品跟肉品。不能怪像天候的问题或船舰的问题，但有一艘船专门运载这个物资的，的确是故障啊，我们要多方面的。弥补现在的问题。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讲，已经用空运把冷冻食品送去马祖。马祖防卫指挥部表示，最近因为天气歹，加上运补船派去在修理，在地区无法度送货去马祖的情形，有先以军用罐头来代替。民船因为天候的因素没有办法开，那可以理解。可是因为船坏了这样的理由，造成没有办法运补，这是非常离谱的。认为这个不应该让我们前线的弟兄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甚至这个变相也是打击我们国军的士气。针对前线国军腰巴肚的问题，在亚东立委批评的力头是真大，恐怖强调讲会做检讨。马洪堡透早已经派指挥官用船载2公分的冷冻肉去基隆地区，而且派运输机载5点自动的冷冻肉去甲马祖，供应予全区的官兵10天的食食，予马祖的国军有肉通好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半暝，有一个民众伫面书发文，佮用直播讲，伊会伫初六下晡2点去机场抬人。航警局接到报案进行追查，发现讲有可能是甲一月份恐吓要伫桃园机场放炸弹是同一个人。也毋过因为伊拢是透过境外 IP 发文，目前是佮无法度找到人，也毋过来加强机场安全。一个地面册叫做小微信的网友，初五半暝11点外，地面册写文章讲，号做要伫初六下晡2点去机场随机抬人，搁地面册要同步直播，民众听了后大部分感觉会惊。去砍人，那你会不会担心？会啊，我就不出国了。为什么？我会怕、啊。哦，我也会害怕、啊。怎么说？我会担心被砍啊。航警局接报了后，已经全力地追查，佮通报并且把相关的文章提落来，也增加派警力加强机场的巡逻。为去年到目前为止，桃园机场发生真侪件恐吓的案件，包括上新并且讲好准备伫机场随机抬人。今年一月，华航去予人恐吓取财，也佮去年8月到9月，桃园机场的网站予人留话讲要引爆炸弹，这拢是伫境外 IP。敢若去年5月，省务中央航空的网站分别予人留话，讲要帮桃园机场有查到少年犯。鉴于近来
国内各机场等重要交通设施常接获恶意恐吓讯息，本局已与刑事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除了强化各机场的维安，警方扩大为造成专案小组要清查网络资讯对接犯嫌，佮强调依照民用航空法第105条，无指定犯人向公务员、民用航空事业或是活动团体人员，如果犯危害飞行安全或是设施，或者是散布危害飞行安全无实在消息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10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只台湾的渔船“新中华88号”，可能在钓鱼台附近冰船失事。海巡署表示，讲这只渔船有一个台湾船员来印尼船员，目前拢失踪，马上通报北基队的人监男去救援。日本的保安队员也传来消息指出，讲有潜水员在船舱发现一具遗体。船底向天浮在海面，新北市深澳籍渔船“新中华88号”在2月27日半暝11点外，为北台湾渔港出海。七五下晡，被人发现船煞变去，船顶的台湾籍船长甲六个印尼籍船员下落不明。目前根据日本保安队的消息，早起在船舱内底有发现一具遗体。他出港的时候，船主都有跟他卫星电话联络，但是在出事的3天前。就昨天的3天前就是失去联络了。国搜中心有联络日本保安队，他们预计今天会派潜水人员下去寻找，看有没有生还者。现在我们发现新中华88号的船目前在石垣岛145海里左右。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海花警卫队官员在3月7号下晡1点36分左右，收到船有车去的报告，位置就在日本奥克纳瓦九环岛北边的钓鱼台海域。外交部举报了后，已经立刻指示驻日代表处协助处理。我国国家搜救中心已联络事发附近的我国渔船前往协寻，海巡署及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接获通报后，也紧急派员前往搜救。海巡署舰队分组已派连江舰前往搜救，并已昨日213洞抵达事故海域开始搜寻。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也伫面册发文透露，海巡署第一时间已经成立应变中心，并派连江男前往搜救，并无发现生还人员。日方也派机男救援，目前持续伫搜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有一个77岁农民，初时半暝3点，因为分区降水哦，特别出门去田里，准备要饮田。也毋过早起6点外，方发现讲，伊人倒伫田里，脚手拢已经揪起来，嘛已经死亡。家属怀疑讲，可能是伫个分水的时去放电视，因为进前哦，附近嘛捌漏电，家属嘛无排除要来提出国家赔偿。拢有来嘛，拢有漏电。在电力员开机器巡查，发现路顶边的装置艺术拢有灯，含下骹的壁面嘛同款。下面没有铁也是有吗？你看，这产品下去有电哦。漏电的所在靠近产品屏东一名77岁的老农民，因为当地水情严，拆除轮管，4号半暝3点外到田里分水，6点外消防发现人倒伫个田内底，脚手弯翘，人已经死亡，因为拢田水深5到6公分，许多人有可能泡水的时阵，看到漏电的所在，不幸来死亡。那个沙礁，拢伫边，哎，然后你爸就从这里的水要从这里，对对对，这边放水。之前也是有人说，就是有漏电，也有被电到，可是因为他们全身是干的，所以就是被电到，就是觉得是麻麻的。灯火现场有可能漏电的所在已经有红色线，马达公告提醒民众要注意。警方表示，初步检视死者身躯无明显的外伤，会请检察官来详验。并无打斗痕迹，死者亦无明显外伤。他现在可能要来，你们就是会同你们来处理，看是要先把它断电，然后你们做一些预防措施。阿叔讲，赶快所在进前毛民众反映有漏电，即个管理单位三地门乡公所有疏失，无排除要提国赔。记者王刘婷丹、潘坤平拢报道。罗西亚石油公司的执行长甲古巴的总统见面，因为古巴当地最近的石油正欠缺，民众排队加油拢爱排几啊点钟哦。古巴唔拿石油，食物及药品嘛真欠。伫顶个月，罗西亚有送小麦啊，互古巴。看起来罗西亚亲像是巴结只反美国国家，扩大势力。
在了国内燃料正欠的时阵，古巴的总统迪亚士卡奈跟俄罗斯就油公司罗斯内夫的执行长上金见面。迪亚士卡奈讲，古巴全国的加油站怎么暂时关起，排队等加油要等几多点钟。总统府发几多条推文强调，两个国家关系正好，严格无说明上金访问的原因。办公室声明讲，上金跟迪亚士卡奈讲，跟古巴有关的代志，普京拢直接亲自监督。A ti, que también que transmite un saludo al presidente Putin y a todas las partes de la Federación Rusa que han puesto su empeño para, primero comprendiendo la situación de Cuba y ahora haciendo todo lo que podamos hacer de manera conjunta para...夏金访问古巴山雕，下期委内瑞拉参加已经过身的穷人总统查韦兹举行十周年纪念活动。查韦兹不是古巴跟俄罗斯的亲密朋友。古巴国营媒体讲，前总统劳尔卡斯处已经去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古巴正拄着过了十年来上严重的经济危机，新冠疫情、美国制裁，一个中央经济效率无好的机会，拢个规个国家拄着重大挑战，食品、燃料、药品拢欠。八时要买物件就要排队排几落点钟。去年就真侪古巴人离开，有真侪人拢是去美国。俄罗斯立即向古巴紧急捐25000毒剂小麦，也是最近一年来第二遍捐赠。不能解脱是两个国家长期盟友关系正伫咧加深。俄罗斯因为俄战争冲突和西方制裁，怎么正伫咧参加其他反对所谓美国霸权的国家加强政治加经济关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台中市的警方抓到网络毒品外送集团哦，警方依照嫌犯在社群平台的毒品外送的信息，抓到三个嫌犯，查扣大概200000块的毒品。台中地检署嘛依照毒品罪，甲因起诉。那警方在搜证这一个贩毒集团的犯罪情势哦，那有得知道犯嫌将进行毒品交易，经现场部署了优势的警力哦。在犯嫌进行毒品交易的当下，原警驾车包甲蜂拥而出，将犯嫌强力的压制逮捕，迅速的控制现场，起获毒品，遏止了毒品犯罪。经询后，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来做侦办。台中市的警方在网络看到讲有亲像毒品外送的广告，就甲对方来进行交易。当中是抓到人，嘛查扣毒品加背包65包、其他面6包，连同使用的智慧型手机啊2支哦，佮现金6000块，嘛抓到伫幕后指挥的2个嫌犯。计共3个嫌犯就送上台中地检署侦办。再来看台北市保安大队昨下晡伫延平北路临检，有一个30多岁骑奥多拜的民众哦，伊拒绝临检，过车催伊特别骑走，警方要阻止哦，结果互奥多拜拖100多公尺，后来总算控制嫌犯，也毋过嘛发现讲，这个民众的身躯有几啊百公克的劣质毒品安非他命哦，嘛有可能是个未到，会阁继续调查。警察吹油门一直拍车，真侪警察在后边赶。警察一跳，想要跳去后座，一路拖行，两支车无别办，甲技术斗阵拼车。有啦，一定一次有叫的嘛，叫他停止，啊，他速度很快啊，一下子就修过去了。七月下晡2点外，环境在国道1号下边台北市延平北路道检的时阵，30多岁技师拒绝临检，直接冲浪道走，环境马上扑向前，反车灯也害拖100多公尺。男子冲撞路检点，原警于是勾其脖子，而遭嫌疑人拖行约100多公尺，最后将其逮捕。原警双膝以及左手手受伤。技术有毒品前科，即摆阁被超出安徽他命100多公克，警方不排除有未到的可能，会阁追查落去。那袜子是谁的？刚掉了。同款是临检，顶个月底，原警伫中山区滨江街砸一台计程车，姓吴的乘客郑雄光，就对伊进行盘查。在其座位地板发现一双袜子，进而在副驾驶座下方又发现一只黑色包包，经吴贤同意，共同检视包包内物品，查获印有牛逼字样的咖啡包。经过检验，咖啡包出现毒品阳性反应，超过60公克，专案以毒品罪嫌移送。路检的状况是100款，万一面对无配合的对象，有可能予警方在危险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企业署规定讲，特当的十一月份到过当年的二月份会当立满载，其他的时间去立就会处罚。有宜兰的渔民是反映讲，今年一开始哦拢立无，一直到二月份满载才大出。问讲企业署会当放任规定，县政府是表示讲，经过中央的评估，满载大出的时间未上久，所以目前哦并无拍算要来延长期限。溪边水塘内底满鱼仔，今年每尾用卖到70元，被叫做海中白金。企业署在每年11月到过年之月开放荷兰股，其他时间是禁捕。即卖已经3月，暗过既然从未海沙堡，也先看到不少溪边围过满鱼仔所起的芒果包。会希望延长？当然了、啊。这样可以捕更多这样。对呀、啊。是更多倒是不会啦，是还是有一些我们想说能够抓就抓。现在要收的。刚好出慢了，嗯，还没有赚到钱。正在赚的是海星鱼，刚我们走的时候已经有通知了。有渔民反映，这摆高鳗鱼仔状况不好，加上鳗鱼贵，已经特别尾啊产量向上增加，二万元延期。过去渔业署刚才第一控一次加一控制一年延期，二控制一年是因为鳗鱼生冷时间较慢，加上过量不断。根据统计，台湾鳗鱼仔过量自控制去年有5700公斤，二控制一年只存1495公斤，是近五年降少。这摆鱼期是只有1801公斤。啊，最后。在他们的调查是说，因为高峰期已经过了哈，啊，为了这个生态保育的一个因素哈，所以他们还是建议维持这个原来的一个管制期间哈。管府讲有向企业所转达渔民的心声，按过中央分析，大部分的鳗鱼仔已经伫去年11月出来，飞机未大出，未维持上久，决定无要延期。最近渔民因陆续听芒果包，那发现一个禁渔期间个鳗鱼仔，应照渔业法罚3万到15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市的七里幼儿园哦，洪社工今年开始要减少班级，114年特别关门，因为有市民代表会是认为讲，市区已经有42间的公私立幼儿园了，所以去年就通过减班的决议。也唔过最近有家长发起人数，伊望讲七里幼儿园会当保留，有问题应该爱想办法来解决。台东市七里幼儿园成立到今已经30年。现在传出今年要停止招生，所以当年的减班过来就要裁掉。有家长发起人数，希望市立幼儿园会当继续经营下去，考虑市民的需求。因为毕竟是私托嘛，政府的，就是学费比较便宜。一个台东迄个贵都拢无去啊，嘛囡仔叫我去对读啊。政府在提倡生育率的同时，却不重视我们公营的幼儿园。台东市公所表示，去年市民代表会通过提案，要把市立幼儿园拆掉，原因是因为市区已经有42间公私立的幼儿园，而且每一年编的800多万的预算，有要700万拢是人事费用。不过市公所组织的编制并无教职人员的课，无符合行政规范，加上幼儿教育和照顾法规定，114年开始，大班每一班要有一个正式的幼儿园老师，市公所的预算和关押的编制根本就赶不上中央的规定。要在我们的幼儿编制上要去增列教师这个职缺，那有些代表就有他们有这不同的意见，就认为说这个教师的这个有关的管理啊，不管升迁考核借聘都是属于县府的权责。台东市立幼儿园目前有500个囡仔在读册，教职人员有16个人。市公所表示，民众希望保留幼儿园的心声，在这礼拜的市民代表会临时会会阁一届提出来讨论。不过因为代表会已经决议要拆掉，应该无法度阁继续来招生，可能会向交予有教育业务的管府来管理，或者是公办民营。记者综合报道。开45亿去10栋的高雄港旅运中心，今仔落成启用，嘛是疫情后又阁有国际邮轮来到台湾。行政长官陈建仁今仔早起参加启用典礼，嘛望讲邮轮观光的商机会当赶紧复苏，来振兴台湾的观光。白色邮轮停伫高雄港旅运中心边啊，初六启用的旅运中心半暝3点到天尾光的6点外，分别迎来威斯特丹号甲首航的七海探索者号两架国际邮轮瓦港，船顶的工作人员一落船嘛，学了高雄的美丽景色。Oh, we'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It's really beautiful. The facilities are great. This morning when we came into the ship,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It's such a beautiful town. On the cruise ship, picked Taiwan. I also
had friends from Taiwan, so I wanted to come visit it. 开始十五亿到十年的时间建设的高雄港旅运中心，行政院长陈建仁等人透早特别来参加启用典礼。台湾港务公司表示，今年高雄港、武港甲挂靠港航线港埠启用了后，预报会有188架次的邮轮，会使带来272,300人次的旅客，创历史新高。说母港的操作的航线啊，确定了，这个确定的是指每一周提供两个班次的 cruise 的这个旅游啊。预估前年有78个班次、航次，总计呢可以创造至少是6.8亿这个旅游的价值。这个旅运中心呢，未来会跟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一起变成了一个我们亚湾的最重要的地标。疫情缓和后，国际旅游回温，台湾嘛伫相隔357天了，重新迎来国际游轮。高雄港今年预报首航游轮会有14架次，港务公司嘛会去国外宣传推展游轮的商机，就希望会使创造更加侪观光机会，帮助恢复受疫情打击的台湾观光经济。记者陈环宇、民交馆高雄报道。有台南民众反映讲，公车帮变价真少，有学生啊等电话钟才有公车通坐。台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之前因为疫情，公车拢无啥人坐哦，所以公车的驾驶嘛流失真多，已经向中央来争取薪水的补贴，望各当赶紧来找到司机，让营运会当恢复正常。来到台南火车站头前的公车站，公车一班接着一班来，班次阁算密集。不过民众反映，公车的班次减少，目点常常是有一班无一班，甚至有学生等了一段外钟。询问常常坐公车的民众，嘛确实认为前期等公车是等较久。等较久些，可能在是咧调整疫情，还是迄个司机咧调整的款。哦，应该是爱改善啊。交通局也是要尽力的协助哈，这个。客运协助改善这个司机缺乏的一个问题啊，也要监督这个客运业者是不是有内部有这个管理不当的一个情形。台南市交通局是表示，先前因为疫情，公车需求量减少60%，是乎公车的驾驶员严重流失去，转向其他行业。如今疫情趋缓，公车新车的需求是回升，客运的业者却面临司机不足、全国有相同的状况。目前部分的路线虽然有减班，但是力求保持尖峰运输的能量。我想我们会尽量来维持这个尖峰的这个公车的营运。低峰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调整它的班距，让乘客不会等太久的车，提升驾驶职业环境的方案。我们会全力来跟中央争取驾驶的薪资补贴。根据了解，目前全国地区欠司机大约欠10%，台南市400多台公车欠大约30名左右。市府也已经向中央争取驾驶薪资的补贴，提升司机收入的水准，减少驾驶的流失，提升服务的质量。记者郑宏达报道。最近有不少少年人反映讲，兵单要等真久，不知什么时阵才会当去做兵，有一寡代志都无法度来安排。有台北市议员就质疑讲，敢是中央的训练的能量无够，才予真侪人哦，但要一当才有法度去做兵嘞。因为我是8月22要到巴黎，所以如果我3月进兵营的话，我大概7月。左右可以出来，如果再多一个月，整个就越来越紧，然后到4月、5月后面就会影响到开学的时间。毕业了后，兵单加二等，真侪人有这款经验。苏先生去年3月毕业，7月抽签，一直到12月拢单无兵单，因为各国学校面试，所以申请延换一营到今年2月。苏先生算是真好运，3月就接到兵单通一营，但是真侪人无遐尼好运。光台北市今年就有3500位役男准备要去入伍，可是1月、2月、3月预计征集的人数只有1750位，等于是整个1到3月只有一半的役男可以去入伍。又是都指出，台北市今年3500个等待做兵的人当中，上班的可能要等到6月才通做着兵，对这些人来讲是真恶暗算时间。去年有一些同学因为这样规划申请延缓入营，那原则上会从今年4月1号开始征集，有可能你已经生涯规划有其他的调整，希望说能够赶快回到征集的这个状态的话，你们就赶快去跟我们区公所殡仪科申请放弃。放弃延缓入役，那我们就可以立刻把你们列入征集梯次。
兵役局表示，每个月会使有偌济人通做兵，就要看中央的安排。市政府也会向中央来争取更加济名额，安排更加济人入营。但是这三个月平均每个月通争取到加出来的名额只有10个到20个，因为是到呼吁中央想办法卖拖到这些少年人的时间。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对于白湾族、罗开族来讲哦，高翠花向定阶级美德，严格哦，即马野生的高翠花愈来愈少了。屏东马家乡公所因着开课，要来教民众安怎种高翠花哦，万讲会当来增加野生高翠花的数量，冒袂少乡亲来报名学习。民众排队领种子、培养土，专家伫边啊咧指导，种子爱待偌深，水爱压偌济，每一步拢是功夫。屏东的万家乡公所最近开办幼儿教育课程，吸引真侪乡亲来参加。我在六年级以下的时候，我有看到我们旧花遍地都是野百合花。那经过了这几年回去，发现野百合越来越少，所以今天马家乡公所特别开了野百合的课程，我特别开心。一大早就来这里，就是想要学怎么让野百合富裕。在台湾族甲老开族，幼儿上顶阶级甲美德，不过因为都市开发，当地原生的幼儿是愈来愈罕见。马家乡公所表示，希望透过教育课程，传承种族的基卡，会当恢复永过规山片拢是幼儿的光景。如果我们可以去做富裕的课程，可以让民众在观光的道路，还有我们公部门在观光的道路，还有自己的家园可以去栽种富裕这样子的一个百合花，那学习到这个技术，就可以生活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认真的眼神，温柔的动作，一群人为土地尽一份心，做伙把幼儿培育起来。屏东马家乡公所表示，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大家学种幼儿，打造马家乡特别的景致，带动观光，也会当让环境看起来越来越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家当数位机会中心的会长陈三生，伊进前170公斤哦，即马是已经减到剩113公斤。伊找医师、佮营养师合作，设计出食食的菜单、佮运动的课程，佮伊健康减重的经验要分享给大家，佮社区时段做回来健康减重。OK， 好了。替社区的时段磅体重，记录身体指数。三不五时就分享一挂健康的知识。屏东县家当数位中心的会长陈宣新，过去上当迈有170公斤，因为身躯开始出现病痛，伊下定决心要减肥，即卖已经减57公斤。去年2月份，一体重高达170公斤，相对也受有伴随着很多不健康的问题。那我开始配合他教我的饮食方法，还有配合就是一些学习啊。10个月，目前减重了57公斤。先讲减肥了后，常常有社区的时段来请教伊调理身体的问题，但宣新就决定要分享健康的观念。所以成立专业的团队，佮医生、营养师合作，设计线顶佮实体教学活动，安排社区运动课程，设计食食菜单，带士大做伙过健康的生活。哦，那么胖，他瘦的那么小，我自己主动来问他看看你怎么那个健康。现在加入这种团队，也接触到一种各种身体健康的状况，我们身体要怎么调养自己，把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人。现在社区的阿公阿嬷都养成运动的习惯，也会定期做健康检查，但宣新也希望会当继续推广正确的观念，让更多人有健康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全球上大型的美人鱼大会，长在美国东部的马纳萨斯举行，会当看到身穿大裤、顶顶无同款类型的人，因拢在水中内底显出因上自在、上自信的一面。每一个人哦，拢是独一无二的美人鱼。这活动哦，就是望讲予大家来了解，每一个生命本底就拢是无同款的，社会嘛应该要有包容性。
在水内游叮当鱼尾，这条美人鱼自在享受受水的趣味。其实内底有一挂人外表并不完美，啊，不过在这个游泳池内，大家性命拢正显目精彩。今年33岁，得到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变的海伦娜·麦克劳德，有神仙帮助嘛，就最少刺激嘞。虽然无大到真正美人鱼同款有华丽姿势，不过美人鱼总穿起来所享受到的快乐，甲一般人同款。Sharing the magic and making kids smile, I love it when they go, a mermaid! Another disabled kid, like a kid in a wheelchair, and they get so excited to see me.在维吉尼亚州上场的这场盛会，被人认为是世界上大的美人鱼大会。过了百人在这座游泳池内，穿正水的美人鱼装，用多元甲包容来庆祝美人鱼的魔力。参加人有各行各业，拢真爱游泳。Swimming has been a huge part of my life. I'm disabled, so there are a lot of sports that I can't do, and mermaiding has been really great for me.美人鱼活动予各人年纪的人偏向种族甲无同身体能力的人会当参加。大会除了举办穿鱼尾游泳甲安全管理的研讨会，也阁有一个大胆的主题，就是大块美人鱼掀起白海泳。一个美人鱼表示，家己的心态会当正自在，唔通有拘束，认为应该安怎做都去追求。每一个人拢是美人鱼。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今仔明仔两天哦，台湾各地各朋友金门妈祖拢是晴昏好天的天气，也唔过受到辐射冷较效应的影响，早暗会较凉凉，温差也较大。明仔妈祖的云会较低哦，部分所在会有蒙雾，影响到零点多，所以平常赛车得爱特别注意。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4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5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高26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3度。华岛地区上低13度，上高22度。再来看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